箭比赛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，冠军究竟会是 SR 班的白狼，还是 SSR 班的玉钻金呢？加油啊，玉钻金，把他们全都打趴下！这是射箭比赛好吗？白狼，你是最棒的，加油！在那边。还没结束呢，太棒了！冠军是我们 S 二班的了。那边怎么样？我的箭术不会输给你。人睡着了。既然你不尊重和我的比赛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不好了，本来做小兵了，变了，变了！哎，住了！你看他们在干嘛？在那庆祝呗。玉钻金，到你了。白狼妹妹，冷静点，你冷静点。不生气，不生气。这力道够吗，白狼？什么？到我了吗？白狼在那边。天，我做了什么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玉钻金同学好厉害啊！是啊，还好第一季的时候没招惹他。接下来看向举重比赛的现场。SSR 班的九吞童子和 SR 班的二口女即将展开激烈的竞争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思慕同学，你这裙子哪来的呀？我昨天找红叶姐姐借的，我穿上裙子以后感觉凉飕飕的。同学们，让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比赛上。啊，好轻啊！二口女轻松地举起了。图币。结果无效 ，SSR 班九吞获胜。哎，耶，我们赢啦！志友，赢了不高兴吗？二孔女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啦，我刚才没有抓稳。太可惜了。不过你是女孩子，已经很厉害了。谢谢夸奖。你不可能输的，一定是你作弊了。没有了，是我自己不小心。他可是我们班力气最大的人。那你凭什么说我作弊啊？证据呢？你胡说，志友才不会做这种事呢。就是你们作弊，我亲眼看到的。眼药摔倒也是你们作弊的，至少三个人才是作弊的。玉钻金突然发挥失常，我们还怀疑是你们耍诈呢。大家冷静点，这只是意外啊。